又何以防？来来回回之间，花世界变万花，实在不简单。恒久的运动，充满智慧意义。一上一落之间，速度力度配合，身心的锻炼，高高低低起又跌，永恒的定律，转呀转呀转不停，绽放生命火光。一团火燃烧心窝，烧掉心中那迷惑，熊熊热火是能量，千岁百炼金刚，要经过错过。一团火燃烧心窝，冲破障碍不怯懦，志向不息成长，要突破青春岁月，由我来掌握。我对你们是相当的失望。我看那个铁血羊是疯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黑王要我们自己来评？您是一个很好相处，但是很难共事的人。苍蝇站上去都要打滑了。安迪和顺都快集合了，你还不走？我上黑榜，别给我演兄弟情。教练，云冈市火龙队队长尚方荣，队员毛军正式报道。教练，他们就是蒙面人。我当然知道。什么？火龙队的铁血羊以前的队员？好了，你们可以入队了。我不同意他们入队。他们不能入队。这是他们的邀请函，钢印完整，水印清晰。被淘汰的选手哪个没有邀请函呢？邀请函发自悠悠球协会，作为主教练，我随时准备接受协会的推荐。唐领队有意见吗？协会话虽如此，但是主教练，可是精英队两天前就已经截止注册了。对呀、啊、言之有理呀、啊、所有选手早已注册在案，逾期不候。这两位嘛，早已失去了登记的资格。既然注册能截止，当然也能重新开放。家有家法，队有队规，你身为主教练怎么能带头违反队规呢？蓝领队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，你有意见可以上报协会。当然，身为领队，我有义务向协会上报这种知法犯法的行为。随便，我这有一份队员们的技术综合评定，我来念一下。姚杰配球，雪林风威，速度四星，对抗持久度四星，实战综合四星。罗阳配球，大地超音，速度四星，对抗持久度四星，实战综合四星。郭瑞配球，幻光流星，速度三星半，对抗持久度四星，实战综合三星半。何顺配球，星河蝶影，速度三星，对抗持久度三星，实战综合三星。安迪配球，魔灵，速度三星，对抗持久度两星半，实战综合三星。新帝配球，幻影天王，速度两星，对抗持久度三星，实战综合两星半。寂寞配球，诡异，速度三星，对抗持久度两星，实战综合两星半。赵豪南配球，雪服，速度两星，对抗持久度两星，实战综合两星。武芝芝配球，顺天骑兵，速度一星，对抗持久度一星，实战综合一星。我才一星，
又是星星又是月亮，什么情况？太阴了，蒙面人就是专门来偷我们数据的。没错，因为数据不会撒谎。满分五星，上述种种，就是你们这些所谓高手的真面目。站住！去了这么久，每次我外派你，你都故意拖延时间。我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，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，我不比你清楚吗？你瞎逛有什么意义啊？我没瞎逛，我只是在找你要我找的人。那找到了吗？没有。那还是说明你办事不力嘛。明天你给我继续找。甲乙丙丁子丑寅卯 ，A 计划、B 计划、C 计划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否则我要扣掉你一天的薪水。扣吧，反正没几天就扣完了。哎呀，怎么着，还不服了是吧？啊，不要以为我之前没有扣你，那就是不敢扣你。本店是有制度的啊，我告诉你，以后还要开连锁呢，没有规矩怎么树立行业的地位？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，你们平时的这种小打小闹，缺少陌生环境应该提供的压迫，缺少陌生对手应该提供的逼迫，缺少一切不确定因素应该提供的紧迫。你们那一周对决，无非是专业一点的家家酒吧。至于这两位蒙面人，都是我的安排。为了取得你们的第一手资料，他们两位居功至伟。主教练，他们二位还不是精英队的队员，这没有注册啊。我早就帮他们注册过了，你可以到协会去查。这好了，你们四位归队。什么？你又没有干重活。我比干重活还累呢，我心疼，知道吗？本月的经营状况已经到了历史性的低点，每当我看见这满桌的这账单，就如同望见这满地的心碎啊。老板，这点小挫折就把你打倒了，下个月营业额翻倍就填平了，还能有盈余。哎，我的小姑奶奶，还营业额翻倍啊？我们这里的营业状况，你好歹也是感同身受的啊。那客人不会自己从地板上长出来。我看呀，是你的经营手段有问题。大言不惭，坐着说话不腰疼，干着粗活不心疼。你才坐着说话不腰疼呢，我的腰可是都要断了。我告诉你，本姑娘以前也是老板，她生意好着呢，要不是为了姚杰，我才不来你这黑店。什么黑店？我好像忘记关火了。黑店，岂有此理。
还有多少组啊？还有30组。哎，我不行了，要再这样练下去，就不是我玩他，是他玩我了。我也还差40组。你不是体力很足吗？平常跑个1万米，就像遛狗一样。我看你平时跳舞4个小时，电力也很足嘛。哎，这叫术业有专攻。记住，黑炮才是我安迪的专场。专场？板砖的砖吧。罗兰教练，我跳得不错吗？没有，我刚才在练球呢。嗯，我只是放松一下，放松一下。哎，我球呢？你的球不是在你的口袋里吗？我没事儿，我不会报告主教练的。你们继续吧。明明是监视，还非要做到若无其事。高人啊！啊，累死我了！哎呦，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来，张老板，300斤的东西，你让我一个人扛，你还懂不懂得怜香惜玉啊？啊！别人不都在忙吗？我看呀，你把你店里的高手的照片都换一下吧，就供奉一个人。供奉谁呀？周扒皮，你的祖师爷。话不能这么说嘛，我和他还是有差距的。是他和你有差距吧？哎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你也是当老板的，那生意经你一定懂一些了。当然，首先呢，要锁定目标消费群，再锁定需求，配合宣传攻势。哎呀，我简单点跟你说吧，就是你要知道人家需要什么，然后你再告诉人家你这里有什么，这样人家不就来了吗？人当然是需要吃饭了，我的招牌这么大。就挂在这里，人人都知道我这里是快餐店，饿了当然就应该进来了。你再这样继续下去，只能在倒闭的大道上东倒西歪呀。不要危言耸听，小店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，破产倒闭这种事情是绝对做不出来的。我不能看着姚杰这样的餐厅吃饭。老板，我要请假。什么？你刚上了1天班就请假，你把我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？我是要回去写一份详细的策划书出来，阐述一下我的改革方案。改革？干什么革？过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先走了，下班了。这才几点的？给，谢谢。哎，何顺，你说那第三个蒙面人是怎么回事啊？还用问？铁血羊的人呗。如果真是教练的人，他就不会帮我们了。还有今天训练，他也该一起出现了。那可说不准。铁血羊如此狡猾，后面肯定还有戏。我觉得那个蒙面人一定大有来头。我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他。是吗？
我完成了。我也完成了。来，喝水。谢谢。别动。干嘛？水里有毒啊。刚才那树枝动了。神经病吧。我看呀，你就是让蒙面人给吓破胆了。还真有动静。出来，再不出来我可就要扔暗器了啊。哎，鼻子鼻子，是我老乡河马，大家晚上好。猛鬼上街啊你，平白无故吓得肝颤。河马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。就是，还在这乱跑。不行，十万火急，事关重大。我手头掌握了蒙面人的机密情报，不过作为交换，你们得想方设法帮我入队。哟，就你这水平，还入队？铁血羊要是也给你套个数据，你的综合实战能力肯定是五星，负的。别天黑说胡话了，告诉你，我早就全面提升了我的配球，不是吹，我现在的技术，姚杰和顺我比不了。别的人嘛，哼，那就剩我了是吧？好，练了一晚上的组合，还没找人练练手呢，正好拿你来发泄一下。没空。哎，我说姚杰，没空也得来，口气比脚气都大。那好吧。乐意奉陪。哎，麻烦你们帮我拍一张对决照片啊！谢谢谢谢。走吧。什么？你还我！哎，输就是输，耍什么赖啊？以后就跟我混吧。跟你？我？我想进精英队，需要一个卧底。
你很合适。做大梦，我马上告诉教练防着你。站住！那我会很快的把你的书的照片发到空间里，标题就是《河马完胜安迪，飞鹰队徒有虚名》。你很快就会成为悠悠球界的笑柄了。你也太阴险了。好了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河马，你找我们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是关于蒙面人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蒙面人之一竟然是个女生，另一个是男生，他们都是本市火龙队的队员，我们伟大的主教练就是找他们来检验我们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啊，顺便睡觉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小姐你看，安迪，让他说完。今天你们是不是还遇到一个蒙面人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就对了，我还知道，火龙蒙面人都认识第三人，可是他们谁也没想到，第三人今天会出现。我们在阳光灿烂一天出发，心中许下着承诺，大家一生也信守蓝天之下的约定。天大地大，各不同的路，你和我要踏上成长的旅途。漫长路上感到孤独迷惑，请你相信我，抬头看看天空，深深呼吸，怀抱着信念。白的云，蓝的天，风雨过后会重现，不管分开多远，共鸣心声在耳边。白的云，蓝的天，梦想终于会实现，在同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。并肩向前，蓝的天，风雨过后会重现，不管分开多远，共鸣心声在耳边。白的云，蓝的天，梦想终于会实现，在同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，并肩向前。